今天好开心哦，文字刚刚有放 H 的歌，嗯、在后面偷偷跳。好，好，大家晚安。我们今天这个周末没有计划去哪里好好的玩耍，竟然就来这里听我们唱歌，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其实，在安排今天的歌单的时候，想了很多事情，就是觉得，之前自己常常是在念书的时候，就从台中搭客运上来的，常常会经过这个地方，然后没想到他有一天就这样子要，就是收起来，我觉得哇，今年真的是非跟很多事情告别的一年，然后很可惜的，这个地方也就要这样离开我们的生活中。不过，相信他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再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比如说大家去买一本书啊，我在这里买过一本书，那个叫啊，我印象很深刻，那时候完全就是在杀时间，在等车，然后就在那边买了一本书，好，忘记我买了什么书。好了，等一下这首歌呢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嗨起来，就是我们要告别的事情还是要开心一点，所以这首歌叫杂草，很凶的那种歌，有听过杂草这首歌吗？我真的就是这样子，假装你们都不是装脚，就大家都装脚。杂草很久很久没唱了，因为很久没有把自己心里面那个很凶狠的灵魂给打开了，所以今天来唱一下这个杂草，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犹豫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跟自己说。阳光变成杂草，前面脸吗？有人要讲台语无？前面啊，我有讲唔对，有无？有，几百分？还有，都是老师，老师安尼对无？老师，先生。
谢谢张琳娜。你说琳娜，我的胆子很大。还在那里哦。我刚刚在我的字，我虽然没有听到外场声音，但我耳机里面听得到自己的回声，然后我也哇，自己都被自己的胆子吓到。